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spurroad 集锦鹈鹕114141灰熊莫兰特 21-9 率队七人上双大胜对手 NBA 历史上一共有59支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其中只有60球队进入季后赛除了2011年的雷霆其他球队均止步首轮那支拥有凯文杜兰特拉塞尔威斯布鲁克詹姆斯哈登的雷霆是青年军的杰出代表也是史上最令人意难平的球队无数人为雷霆最终的结局扼腕叹息本赛季的灰熊正在冲击雷霆史上最强青年军的位置同时因为阵容短板更少背后还有个身家达到150亿美元排名联盟第三位的老板支持灰熊大有希望避免遭遇雷霆当年无冠解散的悲情结局他们的上限或许比那支雷霆更高北京时间4月10日灰熊坐镇主场以141-114大胜鹈鹕拿到了赛季第56胜胜场数平队史纪录。如果灰熊能在常规赛谢幕战击败凯尔特人他们将创造新的队史纪录。无论灰熊能不能创造新的纪录这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赛季。在赛季开始前不被看好薪金支出不到1亿美元仅仅排名联盟第27位头号球星莫兰特因伤病缺席大量场次的情况下灰熊仍打出了联盟第二优秀仅次于太阳的战绩。去年休赛期收入超过2300万美元。